没有没鱼了吗？自己探索一下不行吗？哦，你快到了，你快到了。等你到了，就直接叫你回来。 哎，好，多盖几个这个好了。哪里有些黄金呢？你要送我吗？为什么一直送我黄金？ 车子走比较慢，那就先来这边待命吧。对，先来这边待命好了。再派几个过来这边保护你。 这个年度年份过得好快啊！还是敌人的东西，为什么会在这那么近呢？哦，他们打工建筑物比较差一点。 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个，我都叫他们停。最喜欢看他们那个停，看超帅的。而且要在那边盖那个工程武器吧。 要注意看那个世界奇观什么时候那个。靠，我们都那么近了。一般过来帮忙这边好了。 还蛮快的吧？好了，这个搞定了。我竟然还没。哇，你看，那个特效多棒啊！哇，超帅！哦，这是垃圾的兵就过来这边。 好。我知道这个，那这个的话就来站这边好了。
反制兵，然后这个光食物诶，其实这个我也可以多改一点，因为现在食物还可以。黄金也有回来了，所以，都插步兵而已嘛，你过来查看一下。是什么？哇，蛮多的欸。那你们走下面好了，这是走下面。哇，他们的那个范围好大哦！欸，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，赶快，赶快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124啊！看你们在哪里可以那个，先攻那个好了。真的要那么近吗？先不要攻击他们哦。走了走了，要死了要死了，哈哈，他们走太慢哦，不也好，看得到他们其他东西。那我其他步兵就不要走过来送死。哎呦，还没死光欸。我是自己人。欸，他们到了，吸引他们的注意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，没想到还有一台剩，还有一台吗？还可以剩吗？他们两个，哦，他那些是专打工程武器的，欸，爆了爆了，一台都没剩。好，他去那边是会死啊，所以是还好。好啦，好啦，你去送死好了，在那边帮忙打一下，打什么都好。欸，你们这边兵真的太多了啦，难怪可以盖世界奇观。Equilon. Yes. Yay. Equilon. Yay. Fatal. Yes. Fight. Yes. Fatal. Fatal. 哇，爆炸的！把你们送死了，我不看你们了，你们要死了。在哪里？嗯，看来我的防御不太够。Ready. Mandatum. Equilon. Yay. Equilon. Yes. Equilon. 那我多盖一点东西，先盖5个村民。
红，大部分文明都有学到的嘛。这个应该没有东西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市级僧侣书院，好，应该我都学到了。好，里面可以多盖点防御的，像是就可以要盖箭塔吗？好，盖个箭塔好了。Ready。Bolden。然后呢，再盖，我觉得我会想再盖一座城堡，有需要。盖在这边，唧唧歪歪的盖在那边。啊，你过去，你过去。我是不介意今天的影片很长啊。反正这个游戏就是经典了。他们现在都是从旁边过来嘛，所以我把城堡盖在这边应该是 OK 的。靠！他们这边哦，是中国啊，赶紧打啊！他们打还好，他在打我这个城堡欸。也还好我的人没过去送死。他的弓箭的那个力道还蛮低的欸。看我的数字一直就上升，完全没有跌过欸。还是这一代他不会影响建筑物。就是在盖的，应该不会吧？哦，就是人太多，所以玩家太多，就变成大家就很密集。下次玩四个好了。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我玩战役？因为战役我自己是蛮懒的。以前在玩《世纪帝国》的时候，我大概就是玩到。很无聊，我才会玩战役。有啦有啦，他有扣得到，但是比较少。Bolden Correctus Bolden Mandatum Yus Equilin Estora。他应该比较废吧，他就5200欸，他武则天欸，以为你是谁啊？哇，你们挖到那么远啊。Bolden Greaton Bolden， 过来帮忙啦。Bolden Yay Yay Mandatum, Bolden. Yay, Bolden. 他别人打我，另外一个超废。什么声音？突然那么轻快啊！这两个又没事做了。盖，我要盖什么 ？Ready, Correctus。好近哦，我们真的。
啊，留一个在这边就好了。嗯，食物也还好，黄金也还可以，木材好像比较少。就木材啊。Bolden，ready，Bolden。 哦，7000多哎！你看，你才5000多。Ready。Yay, Equilin. Chopper, Correctus. 还是你也过来帮忙砍树好了，我不知道叫你们干嘛。 哎，不要走那边，你智障！因为他们好像，这以前的 AI 的话，是优先攻击村民的。我知道，我有看到我的士兵很爱攻击别的村民。 那我弓箭，啊，盖几个马兵，然后再多盖一点这个连弩兵。 还有机会吗？你觉得你才190啊？有点懒得盖那个、欸，太少了，才5个，我要盖到什么时候？不对，真是太扯了。嗯，有没有别的啊？ 都1000了耶，嗯，好像没有别的东西没盖了，因为这个还好。嗯。好，再盖几个，这个。 然后还有这个，还有什么？我也不太知道哎。哦，是送到城墙内，这个我没用。到底要爆了没？要爆了，要爆了！一个弓箭才扣1吧，应该。 没有鱼喽，再往前，自己往前，自己认真收。哎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就我可以先摧毁隔壁的武则天呢。 现在就扣了快1000了，胜负什么？